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新港十八镇上大路是新港环境流传超过百年的民俗庆典。第二路主定兴川兴安宫，恭请新大路转去福安宫，沿途顶头队伍真长，活动隆重盛大。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新港十八镇头上大路是新港福安宫流传百年的重要庆典。今年年尾，谢平安之天，由第二路主定兴川的兴安宫，恭请新大路回家福安宫。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大路的庆典活动拢简单来办理。随着年尾，国内疫情有较舒缓。村民拢抱着办喜事的心来参与上大路的活动。是新港乡一年一度的上大路的活动，啊，今年拄啊着阮定兴村啊着路主，所以阮今年准备真侪灯头，啊嘛灯嘛，大家足踊跃的准备真侪灯，啊，要来恭送咱上大路啊，甲大路妈会好安宫。啊，感谢咱大路妈七七年来来定川，啊，比如定川大细，大家安尼平平安安，啊，做生意会当大拢大赚钱。龙岩这姓大路吼，啊，今仔日吼，啊，伫个吉日龙时吼，啊，农历十一月初二日，吼，啊，要将大路送回吼，咱新港福安宫，吼，啊，村民呢，哦，拢准备会当家家户户啦，吼，啊。猪羊啦吼，啊个地头吼，啊诚心来敬奉啊呢，啊祈求个吼，咱这个吼啊福安宫啊天上圣庙啦吼，啊求吼，咱这个吼定兴川平安宫哦，众路哈大家平安顺遂。不仅出钱，有力出力，除了老人的顶头，猪羊有五十一户。疫情的这个关系咧，哦啊，信众大家嘛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虔诚，哦啊，非常的对妈祖的这个敬仰啊，再去咧，哦，咱这个圣贤方回家咧，啊，这个顶头，哦啊，这个嘛有二十外顶，哦啊，这个下晡咧是咱这个。正大路哦，这个回家交子嘞，啊，这个顶头啊有这个三十外顶吼，啊，猪羊嘞，吼啊，这个有四十外户，啊，所以嘞，啊，咱福安宫天上圣庙嘞，啊，非常的这个灵感，吼啊，信众非常诶，这个信仰虔诚，吼啊，这个虽然疫情，但是嘞，吼信仰的心，吼啊，这个无减，吼啊，嘛欢迎，吼。啊，咱这个各界，吼、哦，啊，这个善男信女，吼、哦，莅临咱福安宫，吼、哦，啊，来这个拜妈祖。上大路，祝家平安，年合气候，全力，全力来支持。根据福安宫传统，年尾收兵谢平安这天，除了第二路主参与外，其他镇头拢会传闽啊打来拜拜，有一挂传礼是统一负责，有一挂是信众会家己传打来现场扛，展现虔诚的信仰。十二月十二上午，每年的年路主参加传静安宫，再过迎接新大路，登去传礼六进四福。台中华新闻叶宏吴新港采访报道。